怎么样？当时因为我们这电影里有一个年轻的一个角色是重要的角色，所以所有的年轻的工作人员投票全部把票投给了虞书欣。我刚才我们俩站在这儿听到这些年轻的这个观众对虞书欣的这样的一种欢呼，我就知道我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拍戏的时候他的台词特别的好，非常的用功，演的也特别的准确，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这是他的第一部电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多多期待。好，Actress Esther, bye bye.